20岁那年，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，他坠入了人生的低谷。杨淑婷，90后苗族姑娘，出生在国家级贫困县湖南省城步县的一个小山村。18岁，从邵阳医专毕业后，成为一名快乐的小护士。那晚下班回家，他骑着助力车下坡拐弯时，撞上了路边的护栏。他在医院醒来时，胸口以下已经毫无知觉，医生的诊断是胸椎爆裂，高位截瘫。出院后，他只能每日躺在床上，翻身上厕所也不能自理，家里为他治病欠下了30多万元债务，父母亲的一头黑发也白了很多。突然一下就残疾了，就觉得好像天塌下来，就觉得活不下去了。一年半后，杨淑婷在朋友帮助下尝试网络创业，那时她刚刚可以坐起身，坐不到几分钟就浑身大汗，必须躺下休息，但她每天几十次坚持坐一会儿躺一会儿，一个月里她赚到了7块7毛钱。7块7，一个小小的数字，却给了杨淑婷大大的希望。他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废人，开始了轮椅上的创业之路。2014年，他看到了仿真花这一巨大的国内外市场，便开了一家淘宝店，很快赚到了钱，还清了家里的欠债，又主动向村里提出退出贫困户名列。2015年5月，杨淑婷注册成立城步万红花卉种植专业合作社，厂房建在家乡的木屋边，将半成品分给周边村的乡亲拼接，按件复筹。200多户贫困家庭和他签订了加工协议书，当年每家都创收10000元以上。2016年，他成立了自己的外贸公司，为了纪念让他重生的7块7毛钱，公司取名为七七科技。为了箱包业务的第一张订单，杨淑婷从老家坐车前往陕西，坐不能超过3小时的她，硬是坐了13小时。为了控制上厕所，一路上她不吃不喝，但是由于身体的原因和公司刚刚起步，此行无功而返。你看你都这样了，你回家好好休息吧，不要再出来折腾了。然后就给了我一句这样的话，当时好绝望。一次次失败，一次次重来，他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，公司逐步走上正轨，订单纷至沓来，产品飘洋过海。目前有贫困户1291人，残疾人59人，在公司和合作社稳定就业，在他的带动下走出困境。今年5月16日，杨淑婷参加全国残疾人表彰大会，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。10月17日，她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奖、奋进奖。当鲜花和荣誉涌来，杨淑婷在想什么？她在感恩那些带给她温暖和力量的人，她要帮助更多的人走出贫困，走出阴霾，迎接希望的未来。